走下坐车，议员里长通通来接驾。新北市长拟参选人侯友宜竞选行程第一站就选在永和最大庙保福宫。地方诸侯排排站，跟侯友宜一起把杯，一次就行杯，好兆头让侯友宜笑到合不拢嘴。走到哪都有民众抢拍照。这边陪护都喝，又咪咪啊，还没赶快的。无论老少都通杀，声势简直像已经当选，因为连民政局长都来了。谢谢啊，谢谢大家。帮忙疏导人潮，不说还以为是竞选团队。民政局长江俊廷是朱一伦选举时核心幕僚，这回出现在侯友宜第一个竞选行程，以职务之名几乎在辅选。其实不止江俊廷，新北市劳工局长谢振达、市府顾问宋自强，甚至已经请辞获准加入竞选团队。外省侯友宜早在春节期间就积极跟市府借将，包含媒体联络人也都打包带走，被质疑打选战想进市府资源。我们绝对不会影响市府团队，我只有带走几位年轻的朋友而已，只有一个市府的肌肉首长跟我走。澄清团队里现任局处首长只有一位，不过市府部分年轻幕僚也接二连三借将给侯友宜。朱一伦扶植副手不必嫌，竞选班底神复制，联磨合齐都免。三立新闻潘建华、中央企业孙俊小组新北市报道。